这个男律师好大胆，竟然在结婚后还长期和前女友同居，两人过着如胶似漆的日子。但是好景不长，两人的照片很快就被妻子小池发现。男律师当初和妻子小池结婚，就是为了小池家的钱财。他忽悠小池买豪华别墅，变卖小池母亲赠送给小池的地产。小池从其他律师处了解到，如果离婚，小池母亲之前赠送给他的地产会被分割，并且他们领证前买的别墅也只能是男律师一个人拥有。于是小池设计忽悠丈夫，假装想要和好，但是前提是丈夫得证明自己并非是贪图钱财才和自己结婚的，让他将变卖母亲地产的钱全数归还。男律师知道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价值几个亿的地皮，在利用熏心之下，这个狡猾的律师竟然同意了。一切发展都在小池的计划当中，但就在这时，男律师的前女友却在网上发出怀孕的消息。为了计划的顺利进行，小池竟让丈夫带着自己来到他前女友翠花的公寓。小池强行将翠花拉到洗手间，拿出验孕棒让她嘘嘘。过了半个小时，最终的结果出来了。小池走出来，刚想要收拾丈夫，表姐却在这时打来电话告诉他，他的母亲因为得知女婿出轨对象怀孕的消息，气得心脏病复发，已经入院。当小池来到医院后，他的母亲已经被送入抢救室，